这是很好的一个验证的机会。嗯。对，你看他是，这是拼命三郎。哦。停。好球。 万一呢？出台，出台，所以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，因为他有可能会发的正手短。嗯，对，你看，哦，徐平。 他拧张继科的正手，你看了？他比他有胆量。对，他包袱轻，所以他包袱轻，所以他偷，所以像这种小孩张继科也算不准，我也算不准，都不是很了解。对，你，哎，他下手的时候尽量主动下手，不能下手的时候要站稳了。 站住了，好的，还得机会，看能不能翻盘。看到这球，你看，这两个接发就很重要，张继科必须两分要想办法搏一分。对，好球，这板球。 很坚果的，跌宕起伏的一挺好玩的。嗯，会没拉着哦。哇！ 漂亮！哎，对，嗯，但他，对他，哇，漂亮！太好，急了，又开，哎，这样的话。 刘丁硕是在决胜局11-8战胜了张继科，这样拿到了最地表最佳12人自己的首场比赛的胜利。对。